好，咁多位欢迎翻到嚟星期二金融决策半小时啊！咁啊，系咪何宝 Sir 咧就带我哋去呢个餐厅度 chill 下啦？顺便咧要卖下关子咧，讲下喂标普五百指数咧，系咪真系会跌到落去3300噶？喂，好惊恐啊！喂，成件事唔使惊，唔使惊。我哋做交易嘅咧，处变不惊。OK， 好啦，今日咧我。首先呢就重申我所有昨日的视频，好像我的市场晨报啦，河宝金融北斗 Morning Call 啦，加上呢在搏击会和热炒盘房所有的建议和资讯。一个今个星期开始，经过美股连续8个礼拜的熔断，跌足8个星期，咁咧今个礼拜开始咧个市场市况，我一早已经同你哋讲噶啦，系会不一样噶。咁点样不一样法咧？嗱，首先最紧要嘅系市场基本分析系完全冇变，加息缩表抽紧银根，资金会喺市场上边一日紧缺过一日 ，OK？ 咁啊，通胀底下无完卵，嗱，记住呢句说话。通胀底下无完卵啊！股市我继续讲必死，因为通胀嘅最大嘅受害者就系股市。嗱，股市必死呢个事实，而家仍然只是开始了，不是很久的 ，OK， 8个礼拜啫嘛，系乜啫？系咪先？你查匀以往的历史都不止8个礼拜啦，系咪先？8个月的很多都有，以往由1922几年开始到而家，都不止8个月的 OK， 咁而家即系过咗8个星期啊 ，All right， 嗱，而家三大股指已经，我亦都講得非常之清楚，係進入咗熊市啊 ！OK， 知唔知點解我今日咧唔戴帽？因為你個頭髮靚仔咗。唔係啊，我都同你哋講過，唔知好多人都知喎。自從呢度 lock down 飛唔到髮成2个月，咁咧嗰日一開放咧，我即刻走去飛。咁啊，嗰個理髮師咧同我好熟噶，咁啊問我1号定2号啊，咁我都唔知咩1号咩2号，我以为1号发型，就好似而家最靓仔嗰个荷里活明星，Timothy 咩 Chalamet，OK， 系，咁啊话1号啦，咁点知1号原来系剪光啊，系咯，所以而家出翻嚟咪靓仔咗咯，揸住个铲。已经去了一大一行，直头系冇嘅，知唔知啊？咁咧，我心谂，哇！如果俾第二个，一定闹到佢飞起，一定系唔知点做。如果系女人咧，肯定喊啊！直头，你知唔知啊？女人有剃光呢个 option， 真系死火。但系我咧就谂住都已经剃咗啦。系。咁我就仲笑下，我話just go for it， 同我剃光佢，我都未試過咁，咁就剃光咗。咁所以咧，我哋一路大好啦 ，OK， 好啦，好啦，嗱，繼續講，股市必死呢個事實，而家先係開始。You may go anytime，all right，don't worry about me，don't worry about 15 minutes，OK、okay?。好啦，嗱，而家咧，OK，sure，see you next Wednesday，OK，OK，OK，yeah，下星期三再见佢话，OK，嗱，而家咧三大，你搞到我哋成班观众都好好鬼八卦啫，星期四会唔会见到佢啫？睇
看看怎樣，不是挺好的，哎呀，OK，anyway，好了，不要說那些，回來的正題，現在三大股指已經進入了熊市，到上星期五呢，道指、納指、標普全部都是從近期的最高峰點跌了 20%， 那這個熊市定義呢，是那些經濟學家和圖表專家定出來的，信不信由你啦，是不是？大家好啊！大家好啊！欢迎收睇我哋金装艾石拆解金融密码。个疫情咧就唔知几时先可以放缓啲啦。咁啊，等我哋可以啊喺呢个伟大嘅录影厂度同大家见面啦。唔好成日净系见到我哋吓啊，都我艾石都见到样啊，我啊得把磁性嘅声音啊，大家系咪好唔惯呢？不過唔緊要啦，我哋呢個節目咧，其實就 sell 才華嘅，係啦，就我哋講嘅嘢咧，大家係未必知嘅，或者知道咧，你都係諗唔明嘅，係啦。咁啊，今集個題目咧，我見根據阿 Sir 艾石俾我嘅草稿，叫做如意算盤打不響，係咪講緊呢個拜登即係借故挑撥？澤連斯基激嬲呢個普京呢單嘢搞唔掂咧？係啦，睇個勢就似係咁樣，因為咧一開頭啲人咧就以為拜登嘅如意算盤咧就係叫澤連斯基同呢個普京前鬥，就耗死呢個俄羅斯嘅。咁啊，但係其實咧呢個唔係主旨嚟嘅，仲有好。即係由呢個連環計係有好多樣嘢嘅，咁啊，同埋咧，係咧，繼續，係啦，我但係咧，原來咁多樣嘢咧，都係最拉尾係搞到唔湯唔水咁樣，所以咧就打不響啊！即係唔係話佢冇作用，但係咧冇預期嘅作用，可能得翻一半或者一半都唔夠咁樣。咁嗱，我就想知啦，或者可能收費時段先講啦，就係、是、究竟普京佢想呢單嘢想點樣搞咧，先係佢嗰個如意算盤之內咧。同埋咧，我咧就擔心啦，可能我哋收到嘅消息係一部分或者比較誤導啦。俄羅斯成日話呢個咩強人係嘛，咩強民戰鬥民族係嘛，好似冇乜料到咁樣喂。喂，但你烏克蘭和俄羅斯都是戰鬥民族嚟噶嘛？係，咁大家都係超級撒亞人啊！阿比達同埋孫悟空都差好遠啊！大家都超難，都好似永遠都打唔贏咁噶嘛。唔係啊，比達間唔中係打贏唔公。咁而家唔係講漫畫，我真係好想快啲速戰速決，咁樣呢個市咧。先至咧有得升嘅，而唔係搞唔掂嘅，即係唔知搞幾耐嘅。即係咧，我因為我靠炒嘢為生啊，我由2018年忍到而家嘅啦，足足5年，大佬。由呢個中美貿易戰啊，Donald Trump 玩完之後到拜登啊，即係我純粹即係我唔係助他人志氣啊，我唔係愛國啊，即係成日話美國好勁。舉來舉去都舉唔冧中國嘅，點解啊？
即係啲奸計咧，永遠都得唔到情嘅。啊，又話佢放毒啊，又搞貿易戰啊，跟住冇嘢好搞，搞阿普京啊，都係搞落去搞去。喂，俾個結果嚟睇下，贏輸都好啊。唉，咁樣唔掂噶。一係就懟冧佢俾我睇下，一係咧就大家握手言和，繼續喺度口和心不和，係咪先？揾唔到食啊嘛，咁樣落去，即係個消耗戰係嘛？唔係啊，或者係咪嚇？我係昨晚先知道呢個消息，就係話呢個普京佢一開頭入侵嘅時候咧，有幾個理由，而家已經完成咗七成左右，仲差一樣嘢未搞掂。哦，呢樣嘢一定係收費嗰陣講噶啦。係啦。其實我最擔心咧，即係都係舊話同重提嘅啦。即係俄羅斯同埋中國兩兄弟，哇！俄羅斯原來唔係咁好打嘅啫喎。咁係會唔會其實中國都唔係咁好打嘅咧？我驚咧嗱，即係咁講啊！我成日都講呢個真事嚟噶嘛。我由四歲開始咧就講，就聽過幾個預言嘅啦。其中一個預言咧就話中國要收復台灣。我驚咧中國咧其實係打唔贏台灣嘅。即係好似俄羅斯同埋烏克蘭咁搞好耐，你以為咧幾嘢搞光復台灣咧，頂多個禮拜啦，係嘛？咁另外嗰兩日我嚟慶祝啦，咁啊七日搞掂噶啦，其實五日就贏噶啦，跟住禮拜六、禮拜日慶祝咁啦。點知原來係搞七個月都未搞掂嘅，我就擔心呢樣嘢啫。呢樣嘢，我哋可以開集講下。真係，即係有時啲嘢咧。好似怒喊咁啊！而家咧，俄羅斯頂，即系咧，可能德國啊、法國、英國喺度笑啊，頂，原來唔係咁好抽嘅啫喎，條友即係喺度講咯。係啊，但係即使係咁，呢個德國、法國都唔敢同俄羅斯打。擔心呢樣，唉！如果世界大戰就大鑊啦，即係英德法美對中俄。我哋玩一集咧，構思咧，如果世界大戰咧，邊兩大陣營好啊？嗱，我而家噏到一個啦，美、法、德、英、澳洲，我當係咁先。咁嗰邊咧就中俄，跟住係咩咧？我當印度唔加入啊。係啊。係啦，但係越南都有可能打我哋噶嘛。啊，咁啊，撲街啊！系啊，越南、韓國、日本咧，你覺得點咧？韓國係得個講字，實際上唔敢打，但係日本係真係會打。咁啊，問題日本，你唔知佢打邊邊喎，佢可能兩邊都想打。係啊，其實佢又唔係好妥美國噶嘛。係啊，當日兩個原子彈 kill 我，我而家同你一齊合作，唔係啊嘛？係啊。計落個仇口應該美國大過中，佢唔妥中國啫，佢唔中意中國啫，啊歷史原因啦，但係中國對佢冇乜傷害啊嘛，真正令到佢有切膚之痛嘅就係美國啊嘛，係啊，係咯，好，咁啊呢度我哋另外開集講啦，係啊，都俾前奏大家聽下啫，係啊，好啦，咁樣就撳掣啦，撳掣啦。咁就收費時段啦，耶！